前大马总理涉贪支持者捐375万元帮付保释金。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收到将近50万马元（约台币375万元）的捐款，协助他支付涉贪案的保释金。纳吉的发言人周一9日称筹款已经达标，至今为止收到49万马元。他说，目前账户里有40.2万马元，我还有8.8万马元现金也会交给他。我得知他现在在吉隆坡法院处理100万马元保释金的剩余部分，我们也要去那里。纳吉被控背信和滥权等多项罪名，涉贪金额高达1000亿马元。纳吉的发言人表示，希望捐款能为纳吉提供财务和精神后援。我们不只收到马来西亚各地的损系，还有来自新加坡、印尼和加拿大的捐金款。